大家好呀，今天是川西之旅的第二天。今天的行程是从丹巴县去往墨石公园，然后出发途经炉霍、翁达，最后在色达住宿，总行程380公里，大概6个小时。但是由于昨天在小金县的24小时核酸结果没有出来，墨石公园的行程就去不了。司机师傅带我们去了附近的一个草原。佛学院的话，使用云上色达小程序提前3天进行预约，并且要出示连续3天的核酸阴性报告。去游客中心先坐20大巴到达山脚下，再换小的摆渡车上山。